插播政治消息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弊案涉入，9月5号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之后，今天满一个月。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是突然间在他的脸书po出了两张照片，同时发文说他非常想念柯文哲。这柯文哲他羁押满一个月，陈佩琪是在时隔44天在脸书之上，您看到他po出了三个字说很想你，还有之前两个人的合照。那只是没有想到贴文下面就引发了两派网友的论战，主要是有支持他们的小草就留言要陈佩琪加油，说佩琪姐加油，还要陈医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不过也有网友留言酸，说一定是想念那图利111亿，就一起进去吧。这两边网友又在互相攻击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